话题抢风头，马苏绯闻小男友浮出水面。朱丹的甜蜜爱情羡煞旁人，当天同样出席一又二分之一的夏天发布会的男演员魏大勋却深陷于马苏姐弟恋的绯闻之中。自马苏承认与相恋11年男友孔令辉恋情告吹后，与马苏相差8岁的绯闻小男友魏大勋也浮出水面，被曝常与马苏频频约会。活动当天被问马苏失恋一事，魏大勋也表现得十分关心。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但我知道，我之前老看着这新闻呢，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找个时间我再打电话，什么时候方便。马苏失恋一事刚被爆出，隔天绯闻小男友就携新作品出现在媒体前，这样刚好的时间安排，恐怕难免让外界猜测这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了。乐翻天综合报道。